嘉义县伫14到15号两天，新增天狗类本土确诊7例，分别是伫金库大体检的大拿镇笋农接触者，甲竹崎乡果农厝边有5例，另外2例是太保市甲梅山乡的个案。经过调查，拢有伫台南市的脚者，甲捌伫古溪做事。另外，再增加梅山乡确诊案，同住家人一人 NS1 快筛阳性，嘉义县政府伫通报了后，甲乡镇市公所合力，启动住家以及卡只周围100公尺自行完清除，以及化学防治措施，加好卫教。该县目前累计本土确诊25例，分别是竹崎乡8例、梅山乡6例、大拿镇5例、美浓乡4例，以及太保市2例。对此，县府工作团队密切关注疫调，针对每一位个案病毒汇诊期以及停留时间，执行化学防治，并立案健康监测，为期31天。呼吁民众遵守公告执行员清除以及相关防疫措施，尤其高风险区域，比如农菜园，应该减少囤积积水的容器。如果查克阳性执行员，将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裁罚相关15000元。那大概都是有一些旅游史或者是高风险的一个县市的一个足迹，所以在这边也要提醒我们的民众，如果有到一些高风险的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设备。那我们也会去做各县各乡镇的一个资深员的一个资清。那如果有确诊个案，我们会结合当地的清洁队、卫生所来做一个划分。那请大家一定要来做配合。那尤其最近刚好是那个午后雷阵雨的时间非常的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我们环境的一个资深员资清。那如果有到这边做划分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来配合。那另外的话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个旅游史或者是接触史，那有症状的话一定要赶快就医。嘉义县有71家的 NS1 快筛合约院所，那如果不清楚可以上卫生局网站或者是洽当地的卫生所，一定要告诉医师你有相关的一个接触史，那我们可以早一前发现，避免疫情的一个扩散。那也要呼吁我们的民众出去一定要做一个穿长袖长裤，那尤其到有一些高风险的地方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卫生局长赵文华讲，嘉义县的疫情持续受到威胁，确诊的案例、感染的来源，拢有卡只会当依循呼吁，非必要避免出入高风险疫区。其家也就是务农，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往返疫区，请穿着浅色的长衫甲长裤，以及使用经过政府认证的防蚊液。如果出现发烧、筋骨酸痛、后背一窟来疼等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活动处，以利及时介入防疫。新新闻就来先甲机关采访报道。在整个嘉义县的农产品的行销上，那我们就创立嘉义优先这个品牌。那这个品牌就是要帮嘉义县的农产品穿一件衣服，让消费者都能够看到，哇，这个是嘉义的农产品，有品牌就有责任。我们从食安的检验，包括设立标准，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底下，我们才给你嘉义优先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贴纸给你认证。不管是在网络的电商平台，或者是在电视，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或者到国道去做专柜的设立，或者到教会都市里面直接去摆摊，或者在县政府前面加油好市集，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多元网络的关系，直接跟消费者对话，这个品牌变成未来嘉义县政府跟所有的消费者直接对话的密码。那我想这对嘉义的农产品未来的销路跟未来的发展绝对是非常好的。如果真的只靠我们的话，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品牌。那嘉义优先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归属感，像我们这样的小农有更多的机会在不同的管道去卖我们的生产的水果，这样